不好吃，他买单。嗨，今天呢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在上海嘛，突然有想到，好久没见我的蛋哥啦，然后准备去找蛋哥一起吃夜宵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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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喂，嗨，我现在我要跟蛋哥。不好意思，人家觉得我们有点那个，有点病。我们现在要去一家什么排名第三的，第三的，因为主要是我们那个第一、第二，对，说吧。如果没关，我们绝对就带大家去那个第一、第二的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就先去那个第三名的那个大排档尝尝，对，带大家，对。给你们看看什么不好吃啊，我们专点那些不好吃的。那个特尔，我问一下啊，如果人家真不好吃，你会现场说不好吃？我们过时间问问他好不好吃。如果不好吃的话，我们问问他能不能帮我们买单。可以啊，行，好了，出发了，出发，走 ，Go Go， 里面开个灯呗。就不要前这里啊，灯也不开。OK， 哇塞， yeah. 我们现在准备要去那个叫什么大排档。对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吃了，也不知道吃什么，好不想吃。我还从来没在上海吃过大排档，我去上海我都吃的是四川的烧烤，我没吃过广东的大排档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尝一尝吧。对，尝一尝，进第三感觉还是可以哦。对。大概还有八分钟时间我们就到了，然后看看那边有什么菜。那边就是能营业到凌晨三点钟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这点还不错。然后这我应该是还没有这种小探店过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反正是第一次做，你应该做过了吧？我没有做过探店，对，巧了，所以我们这一期就给大家探个店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吃了。对了，其实现在的话，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做探店，可能不太专业，大家看看就图个乐吧，就给大家分享了美食。现在就不行了，马上就到了，还有六分钟，我们大排档见，拜拜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就咱们就是说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这个环境这么的，那个我感觉特别适合拍《小时代》的，会有大排档。这个地方有点高级啊，是有点高级。我觉得往前走一下啊，这边很美，嗯，是不是那个？哦，对，港九，对，是那个港九吗？港九，哦，走，我们去港九，好高级啊！好高级啊！这种环境就和大排档有点不搭哎。哎，怎么上去啊？港九呢？这里。哎，这是哪边玩吧？从这转进去吧。哪里啊？消失了。哎，不是港九就在后面那边啊？对啊。你好，港九在哪啊？哦，谢谢啊。港九，中间第二个口哈，谢谢。这个。哦。这个。是吗？是这个。这种环境就和大排档很有点搭了，对，有点搭了。是这个，是这个吗？这个应该是。哦，是啊。这个，你确定吗？是吧？那得吧。商场。就是这个吧？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二楼应该。二楼。上去看看先这样啊。我们到了。港九。世界港九，港九。港九啊。港九。打一排灯啊，打排灯，来了，呼，还蛮香的。我闻到了这个是四万奶茶的味道。这里可以吗？没人，就坐这里吧。可以。我们现在开始点餐。来，这儿点餐。好，扫码点餐。不好意思，扫码点餐。来啊，我们先点，然后给大家看我们已经点了什么。嗯，对啊。嗯。可能大家听不到声音啊，没关系，听得到的。啊，行。招牌，你好，这边有什么推荐的菜吗？对啊，上面有
王又点太烧我们点心了。对，这些都是比较点击率比较高的。是吗？嗯。嗯，炸鸡啊，煲仔饭呀、啊，这些点击率都非常高，非常的。咱来一个煲仔饭。带锅巴的哦。可以啊，可以来一个。行，来一个煲仔饭。哦，再来个什么？哎，虾滑蛋虾球来的怎么样？嗯，这虾我看着还可以。这个肥肠你要吗？肥肠你要吗？也是猪猪啊。对啊。啊，可以。太美了，我们点两个了已经。我觉得我们不用点太多。对，虾球点一个。嗯，小份就行。嗯，香菜就行。做法，粒份是啥意思？粒份就是一份。一份。一份，我觉得一份就可以了。嗯，一份。我们两个。哎，无菌蛋一定要无菌蛋。这个我觉得做的很不细节，因为只有无菌蛋，然后必须要选。再点个汤吧。我们点个汤，这样来吧，来个汤。汤，云朗满斋茶。好啊，哪个？那个，哪个？就是什么云朗满斋茶。嗯，好吧，是一位二十一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那就一位。两位啊，两位，这小的是吧？对，行。好了，那先这样吧。OK。关键我们俩没有很饿，对。我们是纯粹为了探店而探店。对，为了探店而探店。嗯。就告诉大家，我们点的这几个是有错或者没错的。嗯，对。再来个菜吧，广东菜心嘛。怎么样？嗯。再来个一分，点香菜。我不是香菜啊，嗯，行，那我们就再点一个饮料吧。对，点个饮料。饮料，点个那个吧。你们这儿、哦、这个不是饮料，丝袜奶茶。哎呀，丝袜奶茶，毛做咩？毛丝袜奶茶呀？毛？怎么会？那这个是啥？这个不就是？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是弟弟，客人了吗？那我们喝的就不给他看了。哎，我想到，我去大理的时候，不是我买大理的那个民族服装穿着的吗？然后我店里边就是去一个那个很多小饰品那个店里，我在这逛，然后的时候有个顾客，估计他就认为我是，估计这个是工作人员，穿成当地人的样子，肯定是工作人员。啊，他说你这个人，对，你好，这个东西多少钱？我这看了半天，随便报了个价格。我说这个我好像没有看到价格，不好意思。就走了，就好像觉得这个人怎么一点都不专业啊，然后就走了。对，就走了。你好个鬼生意。不是那个，你好，丝袜奶茶有吗？这上面没有。如果没有到最上面搜关键字，最上面是不是？对。然后有没有冻柠茶？有，有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。我要个冻柠茶了。嗯，哎，不是，不好意思，冻警察。你要来个冻丝袜奶茶吗？对吧？对，冻丝袜奶茶。少糖无糖，正常做法。嗯，正常做法。然后少冰去冰，正常规格。正常规格。没有冻柠茶，是不是就柠檬茶呀？这个冻柠檬茶有啊？是吗？第二就冻柠檬茶呀，就这个吧。确定是这个吗？没有冻柠茶。这儿港式冻鸳鸯港。这个只有冻柠檬糖吗？那个少糖少冰，非常完美。OK， 我们就下单了。嗯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我们点的。我们点了一个丝袜奶茶，然后冻柠茶，然后这是一个元朗湾仔式，然后叉烧，然后滑蛋炒虾小虾球。然后菜心，然后一个煲仔饭。